林大师呢？那个看佛光山的，国内外很多地方都有道场。你看，所以国际化的，所以你看都有英文呢。你看，哦，致富啊，朋友的一封信，那还有英文版呢。在网络搜寻啊，YouTube 也可以找到星云大师的文章呢。各公庙都申请 YouTube 账号，可以经营网络电视台。道场有活动，影片就可以上传。如果都没有拍片，也可以看人家的影片筛选，建立播放清单，这样也可以经营网络电视台。